输出用星号输出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是从一颗星到十三颗星，一颗星到十三颗星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有正向的，啊，也可以嘛，有反向的，好，然后呢，也可以再做一个变化，空白加在前面，也就是说呢，这边有十三颗星，那这边的话就是十二个空白加一颗星。这边就是11个空白加两颗星，到最后面的就是没有空白，全部都是星了。OK 哈，这个叫正向加空白，当然有正向也吧，也有反向加空白。OK， 反向加空白。OK， 啊怎么做哈？首先一样，第一个，我们先在这边新增 new 一个 module 啦哈 ，module 的名称也许就是叫什么，叫做星号输出三角形，哦，然后把这个输出。接下来的话，想一下，就是我们怎么用 for 回圈，哎 ，for 回圈哦，哎 ，for i in range 这个地方的话，我要输出13个，好 in range， 所以13的话，当然你可以从1开始啦，你也可以从0开始，从1开始的话就1到14，那如果是0开始的话呢，就0到13，哦。看各位习惯，因为刚好同学问我说为什么一定要什么就是那个数字是一定要0或1啦，啊，其实这个没有关系，但如果你不习惯你干脆就用1开始。因为有的时候常常有同学就是因为 0, 然后会卡住，懂吗？就是啊不是从 1, 啊怎么又 0,0 又 1, 然后加1减1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从0开始，所以你必须对应的值可能要再减1啦。那就会加一啊，不如哈，你干脆，如果你怕做错，你干脆从一开始，逗点呢就14就好了，这样子保证不会错。OK 哈，所以有的时候你要想一些方法，尽量让自己不要写错的，就是好方法。哦啊，有的时候就是好，那再来做什么呢？我们要输出星号，所以输出星号怎么输出啊？其实有个方法，用 print 的话，后面特别注意哦，星号就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如果要输出几次的话，特别是哦，几次的话呢，那你就是两次、三次，不可能啊，所以你要每一次，所以第一次输一颗星，第二次两颗星，那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文字有没有这个一个星号的文字哦，理论上是不能跟加减乘除扯在一起，因为它不能计算，但是 Python 里面有一个特色哦，就是那个星号如果你要重复几次的话，你可以用什么呢？乘，这个 star 就在 Python 里面是乘以什么呢？乘以 i 就可以了。那这个乘以 i 是说哈，我要让它输出几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今天哈，假如说呢，我今天一的话，它就会输出一次，一颗星。好，我先这样，我们先把这个注解掉好了。我们先用这个 print 哈，比如说我今天这边先。底下先另外 printer 星号几次的话呢，比如说乘上13的话，那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输出什么，输出13颗星。 OK， 那 1的话呢当然就输出一颗星啦。 OK， 这个是 Python 里面一个还蛮好用的功能，就是 repeat 的意思，乘就变成重复了，重复几次的意思。那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呢，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写成1到14就是到13，然后呢让它不断的输出，所以执行的话你会发现哦，有没有发现1到13颗星就输出了，好，应该没问题。第二个倒过来反向，所以应该什么，应该13吧，13到0，好，然后呢逗点负一 ，OK， 程式写完了，看看，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，哈，所以有这个还蛮好用的哦。其他语言哦，像 VBA 没有这个哦，如果 VBA 没有这个怎么办？哦，那你要想别的办法了。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，蛮好用的哦，就是你要输出几个，有没有？是3到1，好，那再来的话什么？正向有没有？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正向加空白。就是前面如果我第一个，那我就是12个空白 ,11 个空白，所以你必须怎么样把那个逻辑，
所以变成什么？它应该是先12个加一个，好，然后慢慢加上。所以我如果要拿刚刚这个程式来改的话，基本上哦也蛮简单的。我只要怎么样？哎，是这样，这样是恢复原来，哎，这个恢复一下哈。然后再来就是说呢，如果我输出它其实就是这样，这个第一次要多12个空白，哎，那12个空白跟什么有关系呢？哈，你会发现这边的话，其实就你可以在这边先 print 空白，print，OK，然后呢，我要一个空白，就加一个空白就可以了。我要 print 的空白几次？乘上 i，其实应该可以用一个数字，13怎么样？减掉 i，哎，不过这个刮胡我是不是很确定啊？但最好把它刮起来了。我先把它减掉，有没有？哎，比如说13，第一次的话要12个空白，减一，哎，刚刚好12。但是问题哦，特别重要，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，哈。它会怎么样？它会变成这样子，就是空白，然后一个，哎，所以这边要做一个动作，把换行去掉。哎，对，这个哦，它已经做了 N 次了哦，所以慢慢越来越熟，然后把它执行看看，print，OK，有没有？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这个叫正向加空白。啊，如果反过来，自己改一下吧。OK，应该也很简单。这边的话反过来怎么改？13到0，逗点-1，改完了。O 不 OK 呢？应该 OK 吧？哈，其实只是改那个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少，有没有？哎，就 OK 了。好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。我刚刚主要一先做那个什么呢？正向加空白。那，当然，其实前面本来是写成，理论上应该要这样写啦。不过哦，如果你知道用那个乘号就可以输出重复字串的话，这些我想你可以跳过啦。OK，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哦。那这个是利用那个就是 for 回圈啊，然后重复我们要的那个字串啊，让它做输出。那刚好在那个证照考试题的第410题啊，它其实也是考你用星号输出三角形，啊，所以如果程度或动作比较快的同学哦，你们可以再看一下410，410也许有点类似哦。